主料面粉500克，辅料酵母8克，小红枣250克，清温水。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，用餐人数1到2人。将酵母溶于温水进行5分钟，搅匀后把酵母水慢慢倒入面粉中，揉成光滑的面团，盖好或蒙上保鲜膜放置温暖处。发酵好的面团是原来的2-3倍，呈蜂窝状。将充分醒好的面反复揉成均匀光滑的面团，再醒20分钟后分成大小均匀的小剂子，将每个小剂子搓成整圆柱体，然后用手按扁，薄厚自己掌握。将小红枣清洗干净，锅里放水烧开，把枣放进锅里煮七成熟，捞出后一定要晾干水分，做法如图。枣最好要大小均匀，手要轻轻的卷，不要用力太大。锅里一定要放凉水，篦子上摆上醒好的花卷，花卷之间距离不要太近，否则会粘在一起。中火把水烧开，然后盖上锅盖，冒醒后大一点的花卷35分钟，小一点的30分钟即可。用手轻拍，有弹性即熟，手指轻按花卷后凹坑很快平，复原说明熟好，凹陷下去不复原说明还没蒸熟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